哎，我的 Switch 好像没有那个绳子哎，没有绳子，我会把我的萤幕摔烂。他要我把绳子锁住啊，好大声哦！你要大声什么啦？他是谁啊？与世界各地的人开始游玩，我不能自己玩吗？他一定要有人一起玩，我不能全叫电脑是不是？我附近没有人啊，我室友也不在啊。我今天还穿睡衣。保龄球，嘿，屁嘞！啊哈！屁啦！嘿！下一颗。我想要一个 strike 哦，有个阿姨耶，因为很显然的，在年纪上来看，我就是个阿姨，好吗？没错，我这个年纪，如果出去跟人家讲我几岁的话，我就是个阿姨。OK OK 吗？羽毛球，哎，我这反应还蛮舒适。听说排球也很好玩。比赛开始。你什么叫做真正的杀人网球？嘿，五三，比赛结束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我说，我下一局要玩网球。平均观看影片还有63%的人没按订阅，有订阅的人会收到欧洲公主的祝福，手游抽卡都十抽毕业，赶快订阅吧！喂，我队友在干嘛？在打混呢、啊。什么叫做真正的杀人网球？
五、二、六、三、七。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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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いきます。告诉你，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什么叫做直落七。四。哈，还想接啊？还想接啊？Gabriel， 决赛，那我们现在来个花式投球，いきます。不要不相信，一定会，绝对会飞出去。